呢度咧可以放手啦，我谂应该唔会走散噶啦。哇，这么大力的吗？手都被你掐爆了。不过第一次牵女生的手，感觉相当难忘。废话，还不难忘，女仆啊 ，cosplay 猫咪女仆，你是谁？我是会场的工作人员啊，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来问我哦。好的，十分感谢。对了，这个给你们，游戏周报，是免费的游戏周报啊，祝你们生活愉快。这么快就走了？游戏周报，看看说什么。人生冒险，制作公司面临倒闭啊，该公司坚持大力开发新游戏，希望能咸鱼翻身，但员工不仅收入低迷，而且还差点连饭都吃不上，真的好惨啊。哇塞，那这个红色的是什么？哦，那个是机合网啊，一个做游戏咨询的平台。对了，机合网里面的话还设有广播，如果走失的话可以去广播联系哦。好的，感觉小朋友在商场走散的感觉。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公文包吗？故意是有人不小心漏在这里的，打开看看。哇，好多钱啊！哇，好多钱啊！点解会有咁多钱摆个箱度嘅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估计是失主应该很着急吧。我们不如开广播问问。哦 ，OK， 好呢。你好，欢迎来到机核网，我是哈迪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？你好啊，我们刚刚捡到一个装有大量现金的箱子。估计是刚刚有人不小心遗留了，不知道可不可以帮忙在广播寻找一下失主呢？拾金不昧，现在很少像你这么好的人呐、啊。开广播没问题，一切包在我身上，十分感谢啊！太多谢你了。没事，小意思，交给我吧。麦克风启动。紧急通知，紧急通知，有人遗失了一个装满现金的箱子。我觉得他开这个广播等一下可能会引起很多人过来认，因为很多钱嘛，按照正常的套路多。有人遗失了一个装满现金的箱子啊，请失主前来机核网认领，谢谢，祝大家生活愉快。我相信很快就有失主过来认领了，十分感谢哈迪。咦，好似有人嚟啦喎！你好，我是来认领失物的。你好啊，你就是失主对吧？没错，我就是失主。拿去吧，下次记得不要乱扔哦。感觉就是个坏蛋。OK， 没问题，那我先走了。感觉做了件好事啊，不过总觉得怪怪，不过总觉得有啲怪怪的。嗯，我也觉得有点怪怪的。我没有觉得怪怪的啊。你好，我是来认领失物的。失物？什么失物？就是那个在刚刚广播说大量现金的箱子。什么？你是骗子吧？刚刚失主已经领走了。啊？我才是真正的失主。你是骗子，你是为了钱来的吧？那是真的灰色箱子，棕色的手，对不对？你们真的给别人了吗？对对，对不起，大意了。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失主啊！我就觉得过程有点怪怪的。不过你放心，我认得那个人，我跟你一起去找他吧。一切都是我不好啊，只能是这样了、啊。我叫山野拟真，这位是我的朋友古恒条野，谷恒条野。多多指教啊，我哋一起去揾翻个箱嚟补。啱啱嘅过失啦，谢谢。我叫中国波，我的天啊，这个作者应该很喜欢看 B 站。废话少说，我们马上出发吧，犯人应该就在会场。没问题。嗯，不知道犯人逃到哪里去了，那边好像很多人哦，过去看看呢。嗰边好似有特邀嘉宾表演舞台诶，先去瞧瞧看吧。哇，这里好多人，好热闹。估计一阵呢，应该有好精彩嘅表演先啱嘅。
哇塞，期待期待，我们就在这里看吧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动漫高手的舞台区，接下来有非常精彩的表演等着大家，各位千万不要走开哦。哇哇哇，好想看，感觉很好看。哎，你们不是过来找钱的吗？你们不是要帮我找回箱子吗？哎，原来中国被这么拽的，一起看一下嘛，反正我觉得箱子已经找不回来了。哇靠，好像也有点道理哦。现在首先是优秀的 cosplay 表演，我们把这个舞台交给他们吧。哇，这个什么最终幻想七里面的克劳德，好还原啊。哇靠，真的，你真的是还原吗？简直就像从屏幕里面走出来。哇，这些群众是瞎的吧，这个不是肥翻翻特西七的主角吗？肥佬翻特西七，哇，好拗口啊，真的好还原啊。哇，连这个妹子眼睛都是瞎的，跟原作一模一样，我的天啊，精彩精彩，神一般的 cosplay。 刚刚大家欣赏了精彩的 cosplay 表演之后呢，接下来是重头戏，来自日本的山下智博为大家表演钢管舞，大家热烈欢迎。哇哇塞，居然在动漫场上能看到钢管舞，实在是太让人期待了，你说对吧，中国 boy。Hello， 先生们、女士们，大家好啊！我是山下智博，很高兴被邀请来大家表演这个钢管舞。而且今天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来表演，我还带上了我的助理跟我一起表演。大家掌声欢迎！大家好，我是助理。啊，不对，这个人，就是这个人。绿色紧身衣这个人啊，你跟我站住，靠，我逃，别想逃。什么情况？那个人就是拿了你箱子的人。什么？我们赶紧追上去，不是说要跳钢管舞吗？你起码把钢管舞跳了再追啊。呼呼呼，糟了糟了，再不躲起来就要被抓到了。啊，有了 VIP 室。哦哦，还冰豆，那个怪人找着冰豆。哦，累死我了。啊啊，你们跑得真快啊，我得好像跟得走啊。啊，他也跑得太快了吧，不过估计应该在这个附近。 MTR VIP 会不会躲在其中一间里面呢？我觉得可能性比较大，我得分头行动啦。中国 boy， 你去 MTR 室，我同三爷去 VIP 调查如何？没问题， MTR 就交给我了。好啦，我哋去调查 VIP 室啦，早起。点解呢度黑不溜秋嘅？好像电灯坏了，真不巧啊。所以很有可能啊，绿皮人呢就匿喺呢度。那有什么方法找到他呢？这里伸手不见五指，喊他肯定不会回应的。你试下用这个，哇，手电筒吗？闪光灯，这是照相机的外置闪光灯。我应该用粤语来说，在没照相机的情况下呢，都可以按键触发的。尝试下用这个东西找到犯人啊。好的，我试试。从道具拖动到场景，然后触发闪光灯，就这样嘛。如果发现有可疑的地方呢，就点击试试啦。OK， 有只脚，果然，靠，被抓到了，快点将个箱拿回给我，不还，打死我都不还，那我们就不客气了。众人群殴了助理，哎，拿到个箱子了。 OK， 箱拿回来了，怎么这么热闹？你们怎么把我的助理打了一顿，说来话长，这叫我偷了砸的东西，有这回事？那真的对不起了，不过现在被打成猪头一样。哎，真的是猪头，我得赶紧带他去医生。
告辞啦。咁我哋出嚟揾中果杯吧。咦，录音啊，好似跌咗啲嘢。这什么？好像是个录音笔。先唔好理住先啦，我哋先嚟去呢度啊。哟，你们出来啦！刚才见到绿色的家伙和他朋友从 VIP 室跑出来了，我还想追上去问个究竟，就看到你们跟着出来了。你放心啦，箱我已经同你攞翻嚟啦。哇，实在是太感谢了。咦，怎么箱子变轻了？啊，我哋冇打开检查过哦。没了一半的钱。有一半的钱没了。我的妈呀，我发誓绝对没有打开过箱子。你们为了我奔波，我肯定会相信你们的。咁整唔见果一半钱呢，究竟系几多钱啊？也就20万啊，不算多啊。哇，你这么土豪的吗？20万，我们身上也塞不下这么多钱啊。我都懂，我都懂。刚刚我听人说啊，有人拍卖区花了20万买了个手办，或许跟那个有关。咁不如我哋去嗰边睇下有冇线索。事不宜迟，出发吧。等等，说起线索呢，刚才绿人身上掉了一个录音笔，要不听听录音笔里面说什么，可能有新的发展呢。也好啊。哎，这东西貌似没有电了。要不这样吧，你拿着这个录音笔去充电，我去拍卖区。我现在拿着大箱子，不方便在人群中挤来挤去。也行，那么我们兵分两路吧，到时找一个没有多少人的地方汇合就好了。分头行动吧。这里应该就是拍卖会场啦。待会问问谁花了20万买了个手办。这个手办应该是很巨大才对。不然的话不值这个钱。我们继续进行我们的拍卖活动啊。这里有一个专门拍卖动漫周边和画师原稿的拍卖会。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啊。耶。嘿，你有冇咩想买噶？20万的手办我应该买不起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拍卖的是就是这个。这个是我在小胖家然后随便画的。大家说是不是很完美啊，很有艺术感啊。哇，这明显就大师的手笔。太惊人了，太震撼了。这不就是。不就是我画的吗？一定是波波搞的鬼。现在开始起拍啊，起拍价是50万。哇靠，我他喵的画的狗屎画居然值50万。50万，我出60，我出70。哇，这些群众真的是瞎了狗眼。300，这些人疯了吧。我出1000万。哇，狗腿摇好有钱哦。1000万，有人出1000万，1000万，第一次，第二次，第三次成交，恭喜这位朋友啊，以1000万获得这幅世纪名画。幸好没人跟我抢啊。雷猴啊，你好，请问有什么事啊？为什么你会买这个名画？难道你不认识我 CG 吗？他是男的还是女的啊？我怎么看都像个男的。我是专业艺术鉴定专家，我收藏的画作没有一张不升值的。哇，瞎了狗眼了，是不是有钱没地方花？哇，真的好犀利啊。这个不会是抽风吧？西君你好，真的是抽风。我听，我也是艺术收藏家，我叫抽风，刚刚去上了厕所，错过了拍卖，请问能不能转让你刚刚卖的作品给我？我实在是太喜欢这幅画了，它美得让我心旷神怡，神魂颠倒，我无法表达我的感情了。5000万，一口价。好的，成交。5000万就5000万。哇，哪来那么多钱啊？钱是天上掉的吧？哎，我的眼光没错吧？嘿，我哋好似唔记得咗正经嘅事情哦。对哦，我想问一下，刚刚谁用20万买了一个手办？20万这么少的数目，我记不得啊。但是那个手办实在是太丑了，无法忘记啊。那个手办是怎样的？是独眼的。
裸眼的手吧。是个妹子买走的，真是个没品味的妹子。而且之前还看她跟一个奇怪的绿色紧身衣的人走在一起，选男朋友的品味也很差啊。那肯定是她没错了。那个妹子是怎样的？我没有特别留意，注意都在绿色紧身衣的人身上。确实啊，你穿那么奇葩，谁不注意你啊？对了，我这里还有一张关于手办的传单，虽然是个很丑的手办，但是全球只有一个，但我还是没有兴趣。好的，打扰了，那么咱们去下一个地方吧。